其实导演是最不需要专业技能的，让大家帮你来完成就行。我没有办法认同。想见你是一个穿越的故事，而是个女的就行。如果你肯考虑我，我也想要就是争取一下这个角色。有请吴镇宇导演。吴镇宇其实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，我觉得他也是会一个很好的导演。我是吴镇宇，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导演，但是一个不成功的导演，但是这个节目没有受到市场的限制，还有人给钱给你，哇，太好了！这个真的是讲出我心目中的一个兴奋。其实导演是最不需要专业技能的，导演可以懂打灯，不懂打灯也可以不懂写剧本，可以不懂摄影，不懂配乐的岗位。我没有办法认同。我也不认同。你只是提供一个输出的概念，让大家帮你来完成就行。我已经很好了，我懂表演的。这个我能打断一下吗？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是对于一个有资金的导演是这样子的。旁边德格拉，他说他一个人能完成，我说哇好厉害啊。我恨做导演，以前就是又没有钱，又自己又演又编，才能得到一个导演的机会，很痛苦啊。这个不是我要的，我心目中的导演不是又懂那么多。吴镇宇导演想改编的 IP 是哪个作品？因为想见你是一个穿越的故事，从某一个比较老的年龄穿越到一个比较年轻的年龄，所以就大概在一个20到30岁中间的选择的这些演员吧，所以就是那么还是个女的就行，女的就行。那如果导演觉得我合适的话，我自己又能演的话，我是都愿意演的。我喜欢奇怪的人，我觉得你很奇怪。如果你肯考虑我，我也想要就是争取一下这个角色这样子。你先做出那个穿越回来的时候突然间见到这个人在你面前的莎拉。其实够了，我们先让孟启怡来试试看。我好想你。可以，我们要有找出。真实在这刹那的时候，我不肯定，但是，那你给我再来一次，就跟着就，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也没有跟他真的不熟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张国荣在你前面，你就直接见到张国荣在你前面就行了。你跟张国荣不熟，你突然见到张国荣，那么多年没见，好吧，就用这个情绪来演。你好。你好。哎。有签名吗？要。好。就你看刚才就很紧缺了，是不是？他的眼看出来。是凯奇还是可以调，就是我一讲完他确实能做到另外一个感觉。好的演员做导演起码他会知道演员的困难在哪儿，我们怎么去跟他沟通，他才能发挥的最好。俊宇哥，您最后的选择是？我想凯奇吧。